这么这个人发狗奶还不要回家？不是你在做梦？在听歌。这台电脑都不能上网啊。可以啊，你看。喂，你是怎样做到的？这台是 DT 新出的新卡的 CCTV， 是所有马来西亚的新卡。它这里呢是可以放 Nano SIM 最小张的新卡，就是一个 LAN port， 可以通过这个 LAN port 插去电脑，给电脑可以上网，而且它也是可以支持NVR 上网的。点击下面的链接购买这台 DP-Link C540 4G 的新卡 CCTV。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疑问的话，可以 DM 我们的客服，我的客服可以解决你们所有的问题。记得 Like and Share， 还有 Follow 我们 IBN Store。 谢谢大家。